小朋友们好，我是 Candice， 这个是 Johnny。 Say hi。 你好。 Today we're going to make a rainbow water， 彩虹水。 This is what we need today。 We need 水。 Is it 水？ 水。油。我们需要一个杯子。杯子什么？杯子。非常好，杯子。还有颜料。颜料，对，颜料非常好。这是一个蓝色的，蓝色的颜料。那我们先要把蜂蜜倒到杯子里。Johnny，你来打开，倒进去。蜂蜜，这是什么？非常好，倒进去。啊，好多蜂蜜啊，用力，用力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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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加油。多一点点，好了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朋友，蜂蜜，蜂蜜，对，耶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把水，这是什么？水，水，你把水倒进去，倒到这里，这个位置，这里。一点点，慢一点，对，好，可以了，耶，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加入色素，我们的色素。 Johnny， 蓝色，蓝色，对，蓝色，一点点，一二，可以。哇，你看，仔细看，看，耶，我们的水变成了蓝色。这是什么？蓝色。什么？蓝色。对，蓝色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加油。这是油。是什么？油。油。油。对，我们倒一点点油进去。油倒到这个地方，慢慢的，两只手，好，哇哦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什么？你看，这有金色，金色，这是金色，金色，金黄色。黄色，对，蓝色，蓝色，黄色，黄色，对啦，小朋友会了吗？这是金色，这是蓝色，黄色，然后你看这里有个什么颜色？这里绿色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的，你看泡泡，还有很多的泡泡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验都到这。